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ia，欢迎回来。时间飞逝，岁月如梭，转眼就要2024年了。新年嘛，总要来点喜庆的美甲款式，所以我就做了这款纸醉金迷美甲。这款美甲在各种光线，尤其是暖光环境下，真的特别迷人。我自己都忍不住不停地看自己的指甲，真的是太美了。OK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